皇城相府景区南行9公里，太行山与中挑山交汇的沁河峡谷之中，便是九女仙湖景区。该景区为国家5A级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个利用水电大坝拦截沁河水道而形成的高峡平湖，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，其中水域面积13平方公里，是一处以水上游乐为主的自然风光旅游景区。景区内有着屹立于水中如中流砥柱的九女仙台。有号称山西第一泉的沿河泉，有形如大瓮、深不可测的黑龙潭，有云雾缭绕、垂挂悬崖的白云洞、娘娘洞，更有二郎丹山、三面罗、三哥堆、牛魔王洞等许多美丽的传说。雪瀑飞泻的渡河大坝、凌空飞架的铁路大桥，更加增添了九女湖的旖旎风光，荡漾其中，轻舟飘游，眼前波光潋滟，舟船竞渡，两岸危崖耸峙，奇峰拥翠，移情方舟垂钓，石趣灵动探幽，如入桂林仙境，三峡形胜，定会使您心旷神怡，流连忘返。